一辆机车进入公园，等等，后面这一整群是麻雀吗？整群麻雀跟着机车飞，有的还在头顶盘旋，就这样整群跟着富人，他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真的很神奇。麻雀就是一直开在阿麻雀里，感觉一直感觉。感觉很奇怪。怎么说很奇怪？ 啊，就是因为麻雀不都是野生的，怎么可能跟一个人偏偏跟它走？有民众路过嘉义市北香湖公园，发现一大群麻雀跟着骑机车妇人飞翔，觉得太有趣，立刻拿出手机拍下。网友看到也说，太神奇的景象，它就是神级遛鸟侠，这就是人类的领头鸟。然后快一点回来了，一样很快就过来了。你是骑了久啊？我久，我久都还在给它追啊。 原来，富人每天都会带着饲料到公园领觅喂养，每天下来连麻雀都认得富人。我无必要白饲啊，我拢住迄条啊，逐天来啊，反正人工啊，反正啊，两天的，该我生活啦，用我就来了。违反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，也影响民众在公园休憩及使用的安全，依法可裁处行为人。 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富人成了领头鸟，在停车场里绕圈，几百只麻雀也跟随，推测是习惯性喂养，才会让麻雀熟悉。但是几百只麻雀跟着人飞，特别的遛鸟情况，还真的是第一次看见。记者侯国宁、智慧，嘉义报道。我是杨翔宇，白天坚守疫情新闻第一线，晚间我们一起掌握国内外大小事。 重大新闻深入分析，突发讯息绝不漏接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